除咗佢哋嘅隊長啊，柏高美啊，係因為佢太太林媛咧要陪太太之外咧，其他嘅全部上陣啊，包括有咧意大利國嘅帕魯卡門將啦，十號嘅荷蘭國嘅雲達啊，咁啊二號嘅法國國嘅安高馬，同埋咧六號嘅佐卡夫啊，咁啊八號咧就係恩斯啊，咁樣呢啲咧都色數上陣啫。咁啊，做黃色衫咧就升到，亦都咪嘅又攻咗。 七號朱裕大，朱裕大曾經係打過球會嘅，亦都係外借嘅好多球會。德普洛夫係遠嘅借將，咁啊今屆咧，然之後喺呢個中國嘅越早啊，上海嘅越遠咧就轉翻過嚟越遠嘅。嗱而家咧攞波嘅咧就係胡禮啦，胡禮前呢個國腳嚟嘅朱裕大，好嘢，俾咗靚班尼斯，放球啊，一個直線轉到身，兜頭翻翻過嚟。 李偉文都唔夠食米，對方就攞到安高馬，好腳快架，發過中場球員班尼斯，落箭俾翻後邊，胡禮摩亞羅繼華十號就摩亞十九班尼斯去唔到，俾翻後邊胡禮陳志強朱宇大。 多數有波咧，都係俾翻咧十九個班尼斯入去咧，就拆到嘅李偉文攞唔到啦，食咗位啦。咁三號嘅咧，帕根尼食咗位，裝波俾翻後邊，帕魯加，腳送翻前面，大家鬥頂啊！三號難度頂唔到，好嘢，冇越位啊！單端低，陳志剛，哎呀，哎呀，阿Q，咁啊帕魯加咧就將我個字。 開波咧，短短呢段時間啊，見到升高其實喺中後場咧組織得都幾好噶，咁有機會啱啱見到陳子剛有一個埋門嘅機會，好可惜啊！下 Q 啊，你話省中咧都幾係嘢噶，啲陳子剛嘅腳頭啊，如果俾佢硬中啊，帕魯加兩粒撲下，但呢球波帕魯加都要撲，不過就話輕鬆好多啊。好啦，咁啊，根斯好嘢，俾一個直線，有機會啦，隊長拍大哇，好波咧，係掘翻十個波下嘅底線，波球呢啲波入射好犀利啊，拍大。 前意大利國腳中場咧，今日嘅隊長36，6尺1寸高，90.94，世界盃咧都有份咧代表意大利上陣嘅。呢個波咧就到啊，碰得到咧德普洛夫破咗只腳，再彈翻咧摩亞個波咧去咗佢，升到個進攻。朱裕大前面有人走啊，冇俾，執唔到直線落去。摩亞、羅繼華、二號李偉文啊，幫佢直線，冇佢望咗喺前面呢度中間啊，有機會去到幾腳射到一洞。 遠處射波嘅咧就拿多利啦，拿多利小保加嘅隊長，咁啊佢代表咧即係佢代替林柏打呢個邀請賽嘅。呢個波都好靚啊，羅繼華嚇，一望望到啊，望到佢啊，攞到篤過咗三個帕根寧，用腳篤啊，用大頭篤個波篤正，冇錯啊，呢球波啊，可以話咧又係升到另一次嘅機會。好啦，羅繼華一交咗俾班尼斯。 咁啊，左腳啊熟啲，右腳咧就唔到仲咧，左腳扣翻右腳想射嘅時候，散咗咧對方球員，仍然咧撞翻龍嘅巴魯加，哇仲未出界噶，巴尼斯咧仍然咧攞翻住個波，扣翻出嚟，哎呀同羅繼華少少誤會，仲有冇啊？冇啦，呢球波咧見到咧呢邊嘅卡蘭迪咧撞埋，但仍然咧好嘢啊，巴尼斯攞翻住個波，得翻住先去唔到啊，彈翻後慢慢再嚟個胡禮即刻送翻佢右側前俾羅繼華喺右邊咧斬埋去搏一搏啦。 费斯咧挡到先啊！哎呀，费斯脚尾咧都话真系苦味，脚残翻出嚟。但最后见到林拔咧，想话打个倒挂啊，就食得唔系好正啊。嗱，拿多利啊，见到啊就系六号嘅拿多利啊，咁啊挂住咧，之前话河床咧林拔会嚟，咁啊其实系拿多利咧取代咗个位置咧，就话嗱呢球倒挂咧，其实话食正咗咧都有啲威胁性噶，好可惜就系食得唔系好正，帕鲁加咧好轻易咧系接实个波噶。 好啦，到國際米蘭嚟啦。國際米蘭咧就中場猜得好好，佐卡夫摸望先，喺佢旁邊咧恩斯打個過去翻去拍提，自己走啦。嗱，佐卡夫一發個角腳兩個人行住佢，哎呀呢、這個不陳強啊，爆雨啊嚇，恐懼啊，咁啊球證咧吹罰噶，咁啊陳強犀利喎，唯一一個香港球員咧代表咧就係參加回歸杯嘅喎，打呢個亞洲明星隊嘅喎，冇錯啊，好罰球出嚟。 哎呀，搶滑咧凌空抽射冇辦法，再嚟二號啦，安高馬高波埋嚟，呢個倒掛好靚，1-0，上半場嘅二。
十分鐘三十秒啊，根斯為國際米蘭咧就先開紀錄。根斯咧今屆咧就喺呢個國際米蘭咧上場48場，射20球波噶啦。估唔到嚟香港咧，連佢開齋添啊！按古話送個波送都係好靚嚇。冇錯啊，咁啊根斯咧可以話咧喺胡禮嘅壓迫之下，仍然可以射到呢球，咁啊倒掛出嚟啊，真係唔簡單啊呢、這個球員。其實就話見到左家夫右邊斬波出嚟咧，恩師想倒掛先嚇，但輾轉之下，按佢話好啦，睇翻呢邊先啦。嗱，多利有兩樣，冇人幫，哎呀，俾三四個球員圍住，佢撞翻出嚟，仍係班尼斯一側前，林拔攞得靚噶啦。其實轉到身，但係仍然咧，國際米球員包得好快。好啊，陳子剛呢球波咧，俾對方侵犯啊，球證啊吹罰啦，12碼呢球波。咁啊，睇睇啦。球證咧就將個波擺喺12碼嗰度，升到咧呢個時間咧落0-1嘅時候咧就一個12碼啦。睇睇首先係林柏喺禁區度搞搞陣先噶。彭兩棍傳咗咧過嚟呢邊嘅陳子剛啊，費斯咧一困困埋去，咁啊明顯係困到只腳噶。嗱12碼，拿多利主射一射，哎呀，柏魯加好嘢啊！呢個波觸心嚟嘅。柏魯加咧行一步先出嚟去自己左手邊，跟住撲個波右手邊，有慢鏡大家睇一睇，咁亦可以講得咧，拿多利呢個波射得咧俾佢呃咗。嗱有慢鏡睇一睇，一間有慢鏡睇一睇，好呢、這個波咧好嘢啊！柏魯加咧反應快，而且咧佢識捉心理啊，佢將個人移咗去先。哎呀呢度睇唔到，佢呢度呢個角度睇唔到，呢個角度睇唔到，佢移咗去左邊先，跟住撲個波撲右邊。咁呢次拿多利啊俾佢。揾到笨啊！好啦，角球開出嚟，首先恩師啦，頭解圍先，根斯浪翻上咧，即刻投去前面。但系咧，陳強咧包到，但系解圍咧就唔遠啦。再料根斯，好啦，一揞揞佢呢邊咧，諗住恩師去啦，但大力咗啊呢球波。嗱，再睇翻由12碼，柏魯加咧一撲，波其實嘅勁度咧都唔錯噶。咁好可惜咧，就話呢啲咁嘅中腰波咧。龙门就最啱啊，最啱食啊，可以话一捉到你路咧，救到嘅机会就好大啦，变咗。阿尼斯，我话即刻第一时间咧想话执前啊，甩拖啦呢球波。恩斯慢慢猜啊，中后场啊都唔同你急住，咁啊领前一球嘅国际米兰可以轻松啲啦。安高马，好啦，执在左边嘅森博兰路，中间有左卡夫，佢唔俾住，又俾翻后边嘅安高马。找人比的安高马都加兰迪传回中间费斯，费斯又给回加兰迪，看准先一脚掘到前场，但这球波也是尺寸麻麻地了。德普洛夫很轻易控回定个波，刚刚斩个波前场的就是帕根尼，巴尼斯弹前，拿多利打给巴尼斯，即刻第一时间执到前面给陈志刚。陳子剛一隻咬，哎呀，好可惜咧！何帝華咧係被攝到去前邊啦，俾對方解圍翻出嚟。白提，白根廷再側前，森莫蘭奴攞波啊！好啦，細細力一單擋啦，俾咗安高馬。再去嘅時候呢球咧，吹罰回禮啦。見到左家夫咧，一攞波就回禮啊，從後咧成個連人帶波啊，鏟跌咗佢。個罰球都好快開出咗，白提扯過嚟呢邊，恩師。俾翻拍提，咁其實一失波咧，見到升到個防線都縮到好厚下噶啦。好啦，學志攞波甩甩地腳俾拍提一灼灼佢，但亦都咧，睇下安高馬到唔到？哇，好努力安高馬，以為咧冇人到咧，見到俾安高馬留翻個波先。羅繼華就喺佢前面扛住佢噶啦。咁見到冇空位啊，慢慢嚟啊，又彈翻後邊嘅加蘭迪拍提。好啦，扯過去右路睇下到唔到啦。見到根斯想啊，第一時間咧彈俾自己嘅隊友。恩師嘅時候跌咗咧，失拖啦。好啦，呢邊啦，陳子剛喳喳聲咧已經推過咗半場噶啦，沿住左路呢邊嘅雲達咧扛住佢噶。最後咧，朱義大穩陣啲啊，俾波。哎呀，但波話咧，依睇嚟波話咧係一兩三次咧，啲波咧就好似包括自己隊友嘅時候有少少咧失誤噶。嗱，哎呀，又到翻呢邊啦。咁結果咧又俾朱義大界前咧留翻個波入嚟。波話。班尼斯，其實中後場咧升到猜個波咧都幾有信心嘅，見到佢哋。好啦，拿多利上去嘅時候咧，見到冇事啊。加蘭迪一埋困嘅時候咧，以為有吹罰，原來冇事，繼續啊。
深莫蘭奴細細力側前俾伯提，再去好嘢啊！陳翔一包包得靚啊！如果唔係咧，俾佢交到嗰啲啊，根斯但仍然有啊！根斯喺右路咧攞住個波先，啲魚大行住佢啊！細細力腳已經片翻俾恩斯，呢邊嘅魔畫喺佢前面咧行住佢，結果啊前無去路，唯有彈翻後邊。柏根寧一灼好嘢啊！班尼斯一捉到路啊，頭頂翻過去，但係仍然落翻安高馬腳下。左家夫第一時間彈俾森羅蘭奴再走位，但係森羅蘭奴咧唔就腳啊，彈唔翻，第一時間俾佢個撞上翻，結果咧困得兩困啊，益咗班尼斯添。博智好啦，即刻送前啦，陳志剛一撩啊，哎呀！但係咧費斯醒啊，包翻住後面個位。柏根寧。呢段時間又見到咧，國際米蘭咧用個波咧又慢慢猜啊，亦都咧失誤比較少噶。咁而且一樣咧，打到呢個情況之下咧，黃色衫嘅升度咧搏得好緊要，虛過佢嘅體力亦都係好多。高卡夫啊，嚟一下廿幾碼試射，德保洛夫出嚟六碼點封位啊，打橫一副，哎，好可惜，仍然咧唔能夠咧。挽救到阿根斯嘅后上呢个一射空门搞掂啦，左卡夫一攞一拐横猪大出嚟封佢，打咗更有利嘅位置咧，即刻咧就起脚埋噶，德保洛夫都出嚟封位噶啦，但系根斯咧就暴咗喺度，一扑出嚟根斯就多谢都冇句啊！咁上半场有33分钟啊，国际米兰咧凭住根斯梅开二度咧，已经系领先到2-0。收睇國際足球友誼賽，由黃色衫嘅星島主場迎戰意大利今屆嘅聯賽季軍啊，勁旅國際米蘭嘅，而家咧就係2-0啦。哎呀，呢、這個波射就係咁射噶啦，可惜咧射得咧離行離裂，射波咧就係隊長摩亞，摩亞咧就曾經打過新特蘭嘅，亦曾經咧就喺荷蘭打過甲組嘅。有冇啊？比話摩亞冇啦，前無去路啦，逼射啦，一射個波可惜咧就射歪咗嘅。啦，拿多利今日咧只有冇办法啦。哎，呢个波咧拱跌咗，球证吹罚。呢啲咧射程范围之内嘅，恩斯话喂你扎底群牌，唔系扎底。咁啊，拿多利今年28岁，系小波加队长嚟嘅。咁啊，曾经咧92年咧就去过意大利咧就打佛伦天拿。呢个波咧就多数系班尼斯去射啦啩。班尼斯左脚都几犀利喎，就冇错啊！呢、這个左腰仔其实就话处理罚球咧都有佢一手噶。咁啊，睇下呢球20多码吓，咁对佢嚟讲啊，应该就好啱食噶。1、2、3、4、5人嘅人场围咗前柱，咁啊，球证咧就叫佢褪后少少。班尼斯喺度，陈志刚喺度，叉住条腰，俾陈志刚踩掂个波，剁埋佢冇啊，顶到个波。呀，十号波啊！个波流落嚟咧，就前面顶空喎。前面呢个咧啱啱波啊咧，就顶咗上去一顶嘅时候咧，好嘢，拍老格嗱，俾翻横，戳个波埋嚟，流晒，啱啱顶到个波顶嘅，啱啊！就算唔拍个波都高嘅呢个波啊！再睇一睇另外一个角度，佢依家嗰个样嘅射点一戳戳嗰波好靓啊！咁啊落嚟先顶到个波，佢唔系最高啲嗱，陈龙平你好紧张啊！好，冇事，继续。哇！空晒，又系左卡夫，哇！好活跃呢个球员，送埋中间又啦，连中3元，11号嘅根斯，上半场完场前啊，11号嘅根斯大演武指戏法，啊呢个波咧完全睇得好痛啊！呢边嘅左卡夫嗱，推推个波，望到咧就根斯喺度，唔知根斯啊，三个球员喺前面嘅，咁啊根斯做咗好容易嘅事，将个波点落地。好多富啊，得个望实嘅啫，出嚟打空咗啊！冇错啊，见到前柱啊有加兰迪去摄，跟住有个森莫兰奴，系咁啊，原来漏咗落第三个嘅根斯入。咁上半场咧，国际米兰就以3-0咧系领前嘅。我哋睇睇一啲统计数字啊。咁啊，射门嚟讲咧，升到其实都唔弱噶，咁啊有7次咁多。咁反为咧，国际米兰系6次，但系入咗3球啦。咁啊，各球咧亦都系升到咧有3球，国际米兰2球嘅啫。下半场嘅比赛已经系开始咗啦，我见到有14号嘅美沙佐卡夫，就系佐卡夫嘅细佬嚟噶，
上陣咧係代替咗呢個隊長嘅柏提嘅位置。好啦，國際米蘭雖然話而家領先緊三個，仍然係啊蘇馬龍，哎呀李偉文扭一扭，竟然間蘇馬龍有機會啊空門啊！咁啊諗住呢球波咧一過嚟嘅時候，李偉文可以咧接到，但係啱啱咧可能失咗少少軌啊！一俾入去唔到啦，諗住啊！你話一攤個波嘅時候咧，就塌塌地，結果咧呢個心莫難勞。咁亦都話見到咧，心莫難勞咧好努力啊！如果佢話見到唉冇機會唔追嘅話咧，係嘛？呢球波咧絕對咧唔能夠造成入球噶。最後胡禮再包埋已經內事一步啦，四比零。咁啊，下半場有兩分鐘啊，國際米蘭已經領前到四比零噶啦。咁見到十秒嘅韋君龍咧亦都係在陣噶，咁啊代替咗咧十號嘅隊長波話上陣，韋君龍推術支射啊！哎呀，哇！呢球波都幾攞膽啊！廿幾萬樓，我見到有少少雨粉咧，係落緊㗎。比賽喺呢個時間，咁啊，龍仔呢球波射得靚啊，冇觀。但仲有一樣嘢咧，大家睇睇龍仔呢個波近鏡睇睇咧，佢身形橫喎，有咗肌肉啊，冇可能咧操得好 fit 啊呢個咁。咁啊，見到一出場好似老虎仔咁啊，周圍走啊，睇下朱打一彈俾佢，一攞扣翻佢嚟，見到有空位即刻散埋啊！帕魯加，哎呀，撲完個波啊，有少少傷添喎。咁因為帕魯加撲呢個波咧，可能撲傷咗啦。咁由佢哋嘅十二號啊，第二守門員咧，就馬新天尼咧就代替佢噶。好，送到個進攻，韋君龍，韋君龍啱射個波射得好靚，冇人幫佢啊，夾硬嘅中間個波控得唔好啊，控一腳就即刻拍個波埋啊。乜球證咧吹罰，又吹罰十四號嘅美沙佐卡夫，咁啊冼迪龍啊、陳夢平啊，咁呢個波咧射得高得滯啊！班尼斯射呢個波嚇，班尼斯一射個波咧，凹過人牆，一二三四五五人嘅人牆高得滯啊！一個波咧，亦都係好似掂到個波。咁啊，高就高一啲啦，但係呢球波如果係命射中嘅話咧，應該龍門嘅馬新天尼應該撲到啊！力水啊麻麻地啊，唔夠勁。好啦，森莫拿到嚟啦，上落去啊！羅繼華咧回防都翻到啦，一腳咧將個波解圍先啦。羅繼華咧今年嘅表現都好平穩嘅，其實啊咁啊。是香港隊的一個中堅分子，亦都係好啦。呢邊又見到咧，國際米蘭換人啦。九號嘅森莫蘭奴咧就被調離場，由十八號嘅卡隆咧上陣噶。因為呢一場波嚟講咧，就係點解咧？國際米蘭換咗四個人咧，咁但係咧呢係有移賽啊。咁啊，話明雙方咧可以換六個球員，所以咧多啲俾啲球員咧上陣。人士喺前面，巴尼斯通咗黑佢，可惜咧就。過唔到啊，胡禮啊，胡禮個波啱啱包到食住咁啊，跟住得好多分，大腳送翻前面，亦都係冇用喎。費斯咧就係國際米蘭嘅清道夫嚟嘅。雲達嗱，雲達上半場咧就係打咧右腳二閘，而家已經係改咗上嚟打中場啦。雲達去唔到，好嘢，俾翻過嚟呢邊先，猜得好通嘅。嗱，帕根寧咧，因為帕提咧就下半場冇打。柏根廷就做下半場做咗隊長啦。哇！呢個波大貪啲啩？呢個波咧就係睇恩師，佢大貪咧射個波咧就係射歪咗。恩師咧就可能話咧打完呢一屆嘅話咧，就打完呢一場波咧就會咧就翻到去咧就會轉會啦。咁但係佢話：誒唔講住，打完呢次東行咗完咗之後咧，再決定啊轉唔轉會。咁啊，其實基本上佢自己都心裏有數噶啦，話唔講唔講咁啊。據消息咧，又好似話佢會去利物浦啫嘛嚇。係啦，好啦，巴尼斯一彈彈字，龍仔轉身咧轉得好靚啊！呢球波扣啊，扣過咗呢個代隊長嘅柏根廷，沿住右路一出，出個波靚波嚟嘅呢球，到唔到？哎呀，好可惜，仲有啊！陳志高頭槌一點點翻落嚟，列卡迪米紅住佢，哎呀，哇！喺啲動作咧有少少夾硬嚟噶，咁但係球證咧話比賽繼續，哎呀，但係費斯咧解圍咧，竟然間哇呢邊啊，光仔係咁走埋去噶啦，亦都朱大將咧仍然咧俾啊國際米蘭嘅球員咧上翻。雲達彈翻出嚟俾恩師，羅繼華咧砰砰聲係咁追住佢啦，睇下點啊！哇，一路追追成廿幾三十碼啦，彈翻佢嚟左腳夫，腳邊一射，恩師，哎呀有啊，啊慘啊！哇，呢球波啊，恩師打成六七十碼咁滯啊，再咧接應左腳夫咧呢下咁啊入射啊，真係爭啲俾搞掂埋靚啊！恩師呢個波醒目啊，順住個波勢嗱轉翻你睇嗱，大家睇睇慢鏡嗱，個波嗱順住個波勢一轉身身。第一時間就射埋去，個波係彈柱，如果唔係又入噶啦，好嘢！亦都要讚讚左卡夫啊！哇，人大呢種腳面腳尖尾咁扯落，啱啱好，護禮埋到嚟都唔到噶啦，慢半步啊！但係可惜咧，就俾條柱救翻。恩師咧，自從
啊，喺意大利揾食之後咧，大勇大熟。好啦，睇下班尼斯啊，呢球波有少少機會啊，二打二嘅情況球，哎呀，諗住起腳噶啦，但係見到呢邊嘅加蘭迪咧就篤到個波先，班尼斯咧一閃咧就踢咗落去腳嗰度，加蘭迪因此而受傷嘅，冇錯啦。嗱，加蘭迪後邊嗰個係加蘭迪啊，咁啊前面嗰個咧就費斯尼嘅哥真啊，啱啱俾一腳嘅啫，篤咗個波俾一腳嘅啫。翻嚟時都突一突後都可能踢到佢嘅鞋面射踢落佢隻鞋後尾踭嗰度噶啦，不過就睇嚟咧加蘭迪仲傷過佢。呢個時間咧就升到換人啦，23號嘅馬石飛咧就入替5號嘅陳志強啦。咁馬石飛咧就曾經啊效力英國白雲城嘅，就打咗5年咁耐。今年26歲，身高咧5尺11寸。嗱，呢啲咧就係因為有人受傷咧，係禮尚往來啦，將個波咧俾翻佢，抌翻咧，因為個波係國際米蘭咧踢得出界嘅，俾翻佢。馬新天尼，國際米蘭嘅守門員，因為咧帕魯卡咧就係因為受傷，咁啊破龍仔個波受傷，所以佢唔到出嚟嘅。卡迪雲達。老爺去唔到，俾翻後邊啊！呢波嗱，一猜個波咧就話冇辦法去，即刻俾翻後邊。美沙佐卡夫、費斯喺呢邊咧就有二號嘅安高馬。又換人，原來嗰波咧踢乜出嚟又換人，睇咧呢邊又換喎，15號嘅迪奧迪尼亞。由於5號嘅加蘭迪受傷咧，治理完之後都唔掂啊，結果呢個15號嘅迪奧迪尼亞咧就嚟取代咗佢嘅位置啦。好啦，嗱，多你一扯一扯過去左邊嘅朱宇大，你原本我想話去啊，但係呢邊咧已經俾雲達咧截咗股啦。最後大家一撞之後咧，困咧球證咧係示意國際米蘭咧加個球。其實呢個波我哋睇到咧就好似咧就背後困波嘅就係咧就係國際米蘭嘅球員嚟嘅。球證嘅判決永遠最後噶啦，有少少甩手啊！德普哥夫就擒呢個波嘅時候，呢個時間咧就可以好明顯睇得到咧，就話着黃色衫先嗰個球員咧體力有少少咧就下降嘅呢個情況之下。好，爺爺國際米蘭嘅進攻好靚，列卡迪喺前邊就係陳志剛，養啊養，好嘢落底線。哎，翘都翘唔叻，个波仍然咧就喺列卡迪嗰度。朱大又摆咗行佢，省到朱大出底线个球，十六就列卡迪，6号咧左卡夫短个球，俾左卡夫啦。应该嚟讲，佢走埋帮佢噶啦，系啦，俾左卡夫望一望，左卡夫啲脚球咧又稳又狠啊！列卡迪喺中间扇翻落嚟。迪奧迪尼亞美薩佐卡夫好了，我們休息一陣先回來呢，就再欣賞這一場精彩的球賽。巨星全程參與跑馬地見證回歸盛事，徐小鳳、陳美玲、鄭少秋、陳秀文，欢迎各位继续收睇国际足球友谊赛，由意大利嘅国际米兰对香港嘅星岛。咁比赛咧已经系进入下半场嘅中段噶啦。咁纪录咧，国际米兰系领前紧4-0嘅。陈志刚一侧前俾后备入替嘅梅亚半场咧推到咧10-20码噶啦。呢边嘅云达走埋系咁逼住佢啊，梅亚仍然得住佢，最后咧一困啦。呢边啊梅亚仍然咧喺落地咧困翻个波。韦君龙好嘢啊，死都咧得住咧呢个。15号啊，亦都系咧，意大利下半场咧后备入替嘅迪奥迪尼亚，结果迪奥迪尼亚咧就夹硬咧困跌咗龙仔。好啦，成30码嘅罚球，班尼斯好快即刻咧摆低咗咧弹过嚟呢边嘅陈志刚，哇施舍，但系咧球哥咧就食死咗啊，波冇乜力。马新天尼咧就好轻易咁接实，咁啊陈志刚今日都几活跃下噶，其实啊利用佢嘅速度咧都曾经咧喺呢场赛事打到呢个阶段咧发挥过一定嘅作用啊。雲達，荷
翻角度有大腳咧斬佢前邊，咦越位啊！馬石飛咧都頂到噶啦，咁啊但係咧亦都見到恩師咧已經跌咗落越位陷阱。拿多里帶翻後邊嘅梅亞，仍然係拿多里。左手邊嘅就有巴尼斯唔俾啊，俾咗過嚟右手邊嘅梅亞。呢邊嘅迪奧迪咧扛住佢啊，好啦，一擠過嚟啊，上過嚟呢邊咧右副位嘅羅繼華左扣右扣。俾翻梅亞一質嗱出得靚有啊！哎呀慘啊！呢球波咧梅亞都睇得好通噶啦，一個咧斜傳啊！羅繼華其實應該擺脱咗咧呢個迪奧迪尼啊糾纏啊，但好可惜一出個波嘅時候咧就麻麻地啦。嗱控一控先俾咁啊，迪奧迪尼啊咧慢咗半步啊，可以話埋嚟嘅時候，如果呢球波出得靚咧，都見到咧有升到嘅球員咧係等住食噶啦。范根廷咁啊，呢个取代咗下半场咧被调离场嘅帕提做队长，卡伦亦都系后备入替噶。啊，慢慢嚟啊，见到咧抵准机会先去，唔急住。云达一扯过嚟啊，呢边嘅李沙佐卡夫。好啦，后上呢个迪奥迪尼啊，插翻埋中间，佐卡夫。啊，见到嗰边有。队友咧后上紧啊，弹俾云达真嘅，好啦，云达过咗一个噶啦，一侧前有机会啊，卡伦好嘢啊，顺势咧一摄嗰个位咧就啊起脚射埋去，虽然德普洛夫出嚟封位啊，但仍然咧唔能够挽救，结果咧而家咧国际米兰领前到5-0啊，大家可以喺呢一球波入球里边咧睇得到咧双方嘅打法有啲咩唔同啊，咁但系咧国际米兰嘅入摄嚟讲咧，啲球员有两个到嘅，唔系一个到。一有入涉中間啲波嚟講咧，使到對方嘅防守咧就係防不勝防啦，睇啦，兩個人入涉，咁啊可以講得咧就德普洛夫亦都出嚟與唔出嚟之間咧就慢咗一步啦。揾尾嘅時間咧就已經係5-0啦。個藍色衫嘅國際米蘭咧就真係如取如攜咁滯啦。李偉文、馬石飛，咁啊馬石飛。咁喺度猜都啱嘅，揾啲機會，但系咧就猜個波猜嚟猜短啦，對方亦都唔急於咧係搏佢，所以露唔到咧空位出嚟。李偉文，唉、哎，呢、這個波仲俾失咗添，好在羅繼華攞翻。李偉文，唔好太大意啦，胡禮，馬石飛咧喺個左手邊望一望前面先，冇去自己去啦。我34歲都要自己出擊噶啦，冇辦法啦。多利俾翻胡禮，哎呀，胡禮呢個波想俾巴尼斯俾唔到，個波又冇乜力，一擠到出嚟，好靚，翻翻過嚟呢邊先，左卡夫單對單，起翻橫先望望，高波過唔到，好嘢，啱啱三個星高球員喺度壓住曬，巴尼斯望望左腳熟啦，呢個波實中㗎啦，係啊，好嘢啊，哇，阿光仔咧有左邊打到右邊左。有機會啊！韋君龍萬一冇啱啱個波啊，落地下呢個波好難嘅，時間嘅配合啱啱落地下上咧，樣咧 drop kick 啊，落地下就跟住掃埋，點知個波咧時間配得唔好，翻嚟先，仍然先到最高，值得就係啦，值得就係啦，呢個波一直之下咧就馬新天尼都出嚟接個波。嗱呢個波咧，陳志光俾個波都好靚噶啦，左腳啊就翻只自己嘅成功腳，腳面踢翻過嚟，啱啱一彈地嘅時候彈高咗。咁啊，韋君龍咧就冇辦法將個波咧就踢到空氣嘅，幾好啊！呢、這個波就即係算唔入嚟講咧，但係嗰兩個人嘅合作啊，都算係咁樣噶啦。咁啊，陳子剛呢球波咧真係值得讚讚嘅，利用速度之餘咧，哇，腳背啊，係啊，咁樣喺嗰啲位置扯出嚟咧，難度都幾高下噶。咁啊，球證咧就係吹罰咗，哎呀，恩師話班尼斯拱我俾個黃牌佢啱啦，哎，唔好啊，好快快啲，我即射。哇，系，哎呀，呢、這个波云达直射个波好劲，虽然德布洛夫咧拍到个波，但仍然入网，好6-0啦。下半场嘅28分钟，哇，28分钟啊，仲有10几分钟啊，仲有17分钟啊，德布洛夫拍到个波，但个波劲得滞啊，拍唔正啊，咁仍然咧俾个咧就系入咗网里边，嗱，好靓啊，一比云达推顺，好就起脚啦，呢啲嚟讲咧。亦都可以話咧，係講俾我哋香港嘅球員咧，覺得佢借鏡。咁啊，外國啲遠射咧就好犀利嘅。咁啊，香港咧，我哋就好少見到呢啲咁嘅鏡頭。
咁啊，當然啦，就係工多藝熟啦。咁但係練波嘅時候練多啲啦，咁射門嘅腳球咧就會好啲。好，六比零啦。咦，咁啊，星島咧，佢嘅領隊咧就阿伍忠先生咧就話咧，佢話唉，對方有一球球波就20000，自己有一球波咧就30000，咁而家唔記得120000嘅啦喎。咁啊，都係其實想刺激一下咧，就話雙方嘅球員爭取入球啊，咁希望咧可以娛樂到咧觀眾嘅。好啦，呢又嚟啦，見到呢球波。一斬上去，咦啊！龍仔又到啦，但呢球波啊實在渾水噶啦，已經接近底線咧，夾硬想咬出嘅時候咧，結果就塌塌地 Q 添，炒高咗個波。咁見到其實今日就話魏君龍呢個後生仔咧都好落力下，雖然下半場先入嚟。咁同陳志剛咧喺前場咧亦都係，雖然唔可以話咧話個作用大到去邊，但咧真係咧係一個串繞嘅作用出嚟噶。好，美沙再加夫，咁國際米蘭又嚟啦，美沙夠醜噶，佢啲唔會手軟嘅。喺文达俾翻横边，咁啊18号咧就系卡伦，佢射个球波啦，俾翻横少少先，左卡夫，咦已经有个人帮佢啦，冇俾，转咗身之后望一望中间，啄高个波先，哎呀顶翻出嚟，马石飞，胡礼，冇人去接应啊呢个，系嘛，而家俾个直线，又系见陈志刚利用速度去哨嘅啫，冇人帮拖啊，喺佢前面三号嘅柏根宁。然之後俾翻咧6号嘅拿多里呢一個嘅借仗扮翻佢梅亞中間俾人截咗，唔能夠用手將個波咧俾翻出嚟先，迪奧迪尼亞俾翻前少少。啊，一比嗱啲球員咧就好努力嘅，一比如果波自己即刻走嘅，唔會話等波嚟踢嘅。左卡夫，睇翻呢邊先望一望哈倫，好嘢！一個轉身去唔到，再扣翻翻嚟。俾翻中間靚，嘿，左卡夫，俾翻我呢邊嘅迪卡迪，俾埋中間，啊，省唔到，呢波咧特登漏啦，已經特登漏俾可能叫做，哎，後邊有，咁已經係特登漏嚟起腳，起唔到，呢個波掟得冇啦，係俾咧安高馬咧就接咗，又有進攻啦，迪奧迪尼奧，好嘢，14号咧就梅亞，猜翻翻嚟先，又多你。巴黎聖旁邊太短啫，就因為呢個姑媽嘅老公個姑丈難明，只咩自己個猛去兜頭兜頭咁，但係冇人去幫手啊，冇人去幫手，冇辦法噶啦。雖然話今日咧就升到咧目前6球落後啊，咁但係嚟講咧今日佢打得都唔算唔錯嘅，係表現出平時嘅水準嘅。韋君龍高波冇用，攝位緊，哎呀，塔啲 Q 彈呢個位咧可以睇到，攝波攝得靚。你知道你個波去邊度，已經企定個位喺度等你㗎喇，冇得講。裝定你㗎喇，見到列卡迪已經咁啊，又搶翻個波出嚟，卡倫睇成隻比恩斯，若比恩攞上得掃把腳，又彈得俾卡倫。好啦，面對李偉文一下撞牆，唔係假嘅。左卡夫拐過兩個，自己嚟，哎呀，呢球波呢就射得麻麻地啦，即係要去吸數啊。其實較早前佢喺法國杯咧都射球波球波，大家如果睇呢場波咧就記憶猶新啦。咁啊對意大利嗰時候啊，百步穿楊，呢個時間咧星島杯換人咯，3号咧就劉志遠換7号嘅朱宇大，咁朱宇大今日表現都唔錯啊。咁啊雖然話俾人對方入咁多球，但係佢都算好稱職。咁啊3号嘅劉志遠咧又係喺體院出身嘅，咁啊速度好快嘅球員嚟嘅，今年都28岁，27全攻。咁劉志遠嚟講應該出嚟咧就係打翻右邊嘅，佢只右腳比較好啲嘅。係啦，你而家見到劉志遠咧右中場嚟嘅，佢亦都係個速度相當之高嘅球員啦。係啦，咁啊李偉文就移得翻去嗰邊，雲達、恩師、雲達、直車，哇，犀利啦！你睇一睇佢。冇乜點拉弓嘅，人個波喺腳嘅就咁樣射埋去。哇！德保洛夫都唔敢接啊，只係揾個拳頭打翻出去陣啊，拖一拖冇拉弓噶啦，就咁去啫嘛，冇乜點拉弓啊。嗱，個波有樣嗱，呢個慢鏡睇到個波咧，佢唔係轉嘅，係直情平射落去嘅。呢波可能有西落翻去噶啦。而家啱個波係轉啊，射個波嗱冇轉嘅，好勁咁直咗落去嘅。哇！可以講咧，你撳住。喂，後腳對，好嘢，起曬左膠夫。跳啦！俾巴尼斯翻嚟攞住呢下真嚟，哇！有少少咧玩波咁嘅味道。好，巴尼斯接佢，俾翻横先，横得滞啦！
好嘢，拿多你两个太近咧，成日想俾波俾唔到，哇！两个埋去，咁啊，终于咧就系卡伦咧就系犯规，啊，罚球，马石飞咧俾翻盲先，望望，哇！中间人拖，拉唔空啊！有机会去啦，又冇啦，食咗位。嗱，三号嘅柏根廷咧就啱啱食到位，就俾咧马新天尼咧翻嚟接住个波。嗱，呢啲入射咧亦都系好，但系咧人多咧就系中间密质质咧。一入射嘅时候，呢个三号嘅柏根廷咧位置好啊，将个波咧射射咗。迪卡迪，哎呀，过咗呢边喎，罗卡夫，哦，靓入中间入射，控住个波先，等自己队友嚟。两个插花俾翻佢，左卡夫，嘿，球正争啲躺住个波，冇办法去啦，俾翻后先啦，唉，再插翻过嚟呢边，咁啊十八号嘅卡伦入射中间，望，唉，特登流呢个波啦，特登再去，仲有，因此俾翻中间，咁啊好在啦，马石飞咧将个波删到，将个波嚟贴咗底线，咁啊角球啫。恩斯八路，人哋恩斯一叉叉到波埋嚟俾翻佢，个混蛋恩斯，我话将个波送翻去中间，咁好在咧就系马石飞咧就用个波，短角球开出，好少开长角球，都系短角球，好踩踩话踩就好咧，得个比你得得真系好嘢，左家夫，定我地利啊，俾翻中间，恩斯哇转翻身度身订造啊，呢个波真系冇得讲。佢攞住个波转身望一望，用脚内当扯个波落个波贴柱入嘅，哦，七比零啊！嗱，睇啦，一比比嘅时候望一望，推过咗罗继华，到啦，望一望，亦都系望到龙门嘅醒目喎，望一望个龙门喎，再睇睇呢个波咧，好啦，咁而家我哋咧休息一阵先，咁啊再欣赏其他精彩嘅片段。只得个体字啊！参加亚视好玩97回归杯就可以现场参与回归杯世纪之战，快啲将个人资料寄嚟亚视体育组，注明好玩97。欢迎各位继续收睇国际足球友谊赛，由意大利嘅国际米兰对香港嘅星岛啊！比赛到呢个阶段咧，已经系下半场咧打咗一段时间噶，纪录啊就已经去到7-0。啱啱见到啊！荧光幕咧就系话分牌啊，打咗7-0啊，比赛时间亦都系剩翻10分8分钟嘅啫。李伟文其实都几辛苦下噶，咁啊面对住咧呢队国际米兰，咁啊佢哋啊慢慢猜，有个机会咧又嚟班尼斯，再呢个拿多里啊转过嚟呢边嘅刘志远，俾翻拿多里。脚边咧揞入去啊，梅啊，哎呀，弹翻俾拿多里，射唔射？唔射，撞过嚟呢边嘅韦君，哎呀，甩甩地脚，仲扣分。呢边嘅列卡正扛住佢啦，再加多个，哎呀，两个夹击之下，虽然咧好努力啊，见到龙仔，结果咧仍然咧困甩咗个波。列卡迪细细力弹咗俾恩斯，一扯佢，哎呀，你睇云达咧咁嘅表现咧真系唔错噶。好啦，呢边嘅。迪奥迪尼亚咧嚟啦，哇！喳喳声又见到左交夫啊，入咗禁区啦，一撩翻出嚟，射唔射啊？唔射，依下先挫，依下就冇乜力啦。一挫嘅时候咧，德保洛夫咧亦都咧封到个位啊，咁啊好轻易咧接住个波啊，即刻抌翻出嚟，班尼斯脚罅咧又传到出嚟，拿多里，而家呢边咧见到帕根宁咧已经出嚟咧防住佢噶啦。两三个人围住佢，但咧亦都唔系好紧，好啦，有机会啦。哎呀，一冲埋去，哇，困到啦，困到少少啦，咁亦都出咗界啊！见到马新天尼咧出嚟封呢个波，出咗禁区以外噶嗱，慢镜再睇睇，梅亚都阴毒啊！两个人之间咧，啱啱啊，陈志刚入射到噶，啊脚尾啊，陈志刚咧就阴阴少少地啦，吓，伸伸只脚尾，
陳志剛的腳想踢到他的腳，是的，困了一拳，想困困，縮不及腳，亦都最後見到馬新天尼似乎因為陳志剛的腳撩他的時候有少少受傷，但是球證亦都摧罰了馬新天尼，因為他出來封這個球的時候是一立的球線倒地出了禁區以外，當然馬新天尼這球球都被迫著要，因為如果再不出陳志剛就有機會射了，可以說風慢少少咧，有機會可以打開咧，未有入球嘅記錄啊，升到就冇可惜啊！馬新天尼睇嚟就個頭咧應該冚到少少啊，咁仍然咧需要一段時間去治理啊，睇佢睇嚟就因為佢腳尾咧就冚親佢，咁啊真係可以講得咧就國際米蘭有少少不利啦，帕魯加咧就。扑阿龙仔球波咧就自己整亲自己，咁啊而呢下咧马新天尼咧亦都俾阿江仔咧就碰咗一下，应该碰到个鼻啊，个鼻流鼻血啊。咁其实今日呢场赛事咧个气氛咧，大家都可以讲都系睇得好斯文噶。呢啲咧就都可以算系一啲意外啦，亦都唔算话拣啱买踢。啱啱见到镜头捕捉住啦，恩师同阿巴尼斯咧仲喺度玩添啊。佢应该就系咁样嘅，咁因为呢啲系友谊赛啊，到目前为止咧红牌黄牌逐逐未出现过，咁认真就系友谊赛嚟啊。咁呢队波咧就亦无可厚非嘅，咁希望佢又唔系蓄意踢佢，希望咧系困个波啊，希望一困咧佢个手嗰度咁啊有机会建功啦，啊呢亦都好难噶，咁啊方仔可能你亦都唔系蓄意踢佢噶，呢个冇乜事啊。咁啊因为咧就马新天尼咧虽然困到个波出嚟，出咗个禁区界攞用手，所以咧就罚球嚟噶啦，嗱个鼻哥红晒啊鼻哥，好啦一二三。是一个四人的人场，风腾柱又翻多个，咁啊连卡伦都翻埋嚟，五人的人场，六个人的人场，睇下边个射啦，又是巴尼斯，几个人喺度啊？巴尼斯喺度咧，梅亚喺度咧，啊多利都喺度，巴尼斯哦呢、這个波，大花边娇亚女啊，李航李烈呢、這个波就差啲啦。呢個波咧，其實咧較早之前啦，即係亦都係射嗰個類似咁嘅罰球，咁位置係差唔多啊，但係仲射得高咗啲添㗎。好啦，又見到咧升到呢邊雙咧換人啦，十五號嘅包家耀咧入替十六號嘅羅繼華。咁啊，包家耀咧就係香港 B 組嘅成員嚟嘅，今年27歲，57寸高，咁啊曾經咧就打過區騰啊、傑志啊啲球員。咁見到咧今日國際米蘭都好精啊，踢得咁後場咧慢慢。太靜，大過咗中前場咧，有機會咧，喳喳聲咧，嗱又嚟啦，恩師又咧，對個班尼斯後邊一拳，哎靚啊！班尼斯啊呢下咧困得靚，最後困兩困咧，又落翻喺左膠盤腳下。咁啊，班尼斯同恩師咧真係可以講佢哋冤家兩個啊，成日喺度鬥法。咁其實今日咧見到好似左卡夫啊、恩師啊呢啲球星咧，冇話放軟手腳噶。好話有二手啦，又嚟即一硬闖咧，最後哇一困咧撞翻出嚟。即係絕對咧，唔會話嚇呃錢啊！我哋叫做，即係亦都啊有機會咧，亦都唔會話咧慢慢嚟執執角噶。好啦，又嚟啦呢邊啦，投注一彈彈俾，哎，越位！旁證之奇啊，大家咧，哇，舉得好快，一交俾韋君龍嘅時候咧，已經咧係舉起噶啦。咁呢啲係有少少嘅越位，咁但係友誼賽過癮都可以唔吹嘅啦。咁啊，比賽繼續啊，卡倫都翻到嚟中場咧，攞波彈翻後先。好啦，又見到咧右邊嘅列卡席咧，細細力執咗俾翻呢個卡倫，雲達搞咗俾佐卡夫，呢邊後上啦，已經喳喳聲啊，迪奧迪尼亞到咗噶啦，右腳扣翻上個波先，仍然咧係哇喺見到雲達彈翻出嚟，卡倫施射撞到狐狸彈翻出嚟，阿多里啱啱射波啊，大家見到嘅就係卡倫，阿多里。推過半場咧，執一執住右邊嘅梅亞，面對住呢個安高馬，睇曬你咧有咧同嗱多你一個單擋，嗱多你諗住咧以為呢邊啊包家要會去咧腳面彈入去，但係咧距離咧相差咗太遠啦。咁事實上有時就話大家個合作咧始終唔係咁多啊。咁啊包家要咧亦唔係二個波，佢會第一個直線，其實一側嘅直線呢個直線好靚，係大家合作上咁啊有個誤會啦。咁啊輪到咧就國際米蘭嘅進攻啦。俾曬左家夫，俾翻後邊先。安高馬，哎呀，
洪禮拍到個波，包家耀喺旁邊十四號嘅門牙，哎呀，行政吹罰，雲達犯規。大家睇咧，大球場啲地咧，啲草唔係生得咁緊啊，一撇上嚟嘅時候咧，就啲成忽草咧就，嗱依家喺前面睇到鏡頭都成忽起咗啦。好啦，又換人咯，睇下先，少個內迪，乜到換要嘅李偉文啊。咁啊，少個內迪咧就曾經喺新加坡咧打過兩年波嘅，咁今年33歲，6尺3寸高，高就好高噶啦。咁啊，八至到93年咧就喺英格蘭打水晶宮。啦，左卡夫起翻橫少少，望一望雲迪，左卡夫單擋恩斯去唔到，仍然左方困得太多，哎呀，後面仲有一個雲迪。直射我幫你見龍門啊！得好多波咧出咗嚟，得好洛夫出咗嚟啊！佢將邊只腳出切過個波咧，笠佢，好似個波高啲。嗱，雲達睇睇嗱，個波唱錯通，望到龍門出嚟，將個波咧用腳咁撬高佢啊！其實今日長波啊，見到雲達咧，今日喺下半場咧拱咗上中場之後咧，非常之活躍啊！啊，踢波機會都好多。射門嘅鏡頭咧，亦都出現過啦，唔少啊！一佢咧，一個左卡夫咧，一個恩斯啊，呢三個都打死你啦！恩斯又嚟困多咗啦，梅亞咧就困啦，你翻過呢邊先，慢慢嚟啦，內迪。劉志遠冇理由俾對方食翻，好在班尼斯攞翻，困得多咧就俾人好過嚟。哇！集美曬左卡夫，喳喳聲嚟啦！左家夫，左方推推過嚟，前面咧就馬石飛俾翻埋中間，美沙左家夫兩兄弟做咗好戲，阿石飛冇辦法走到我都坦坦腰，兩個二對一咁點打呢？好，8-0啊！下半場啊，45分鐘到啦，呢個波俾咗咧就到個左家夫，左家夫咧見個細佬喺前面送翻翻埋嚟，咁咧就美沙左家夫咧速度快啊！在德普洛夫未到之前就將波彈了落網，8-0。嗱，望一望，望到佢細佬喺度噶啦。咪啱啱亦都係馬石飛困到個波咧，困唔到啊，解唔到圍。睇睇呢個波，一落翻嚟，俾咗咧左卡夫，睇個局幾大。望一望，嗱，而家望到個細佬喺度啦，望到。腳內當中個戳翻出嚟，啱啱馬石飛咧貪到盡都攞唔到個波，而俾到佢細佬啊，美沙佐卡夫咧就8-0咯。咁啊，時間亦都係差唔多啦。好，劉志遠利用速度壓埋得個壓，呢啲咧身形唔好咧，同蝕底就喺呢度啦。對方得成個得咗，迪奧迪尼亞咧得個位得到好靚，阿根廷送波出翻嚟，恩斯，哦又去啦。自己冇龍都冇啊，冇過埋咧就護禮，俾翻佢哋射得噶嘛！哎呀，呢、這個波咧佢又唔係大腳射喎，左卡夫咧佢見德布洛夫出嚟空門啊，想話切高個波咧就笠死，哎呀！你睇嗱，恩斯大一程俾翻個埋去，嗱攞住個波望一望，龍門出咯，將個波一動低啊，切高佢，咁可惜呢個波咧就直接入龍門啦。咁啊，射都系咁，可以咁射啊！不過好可惜啊，係啊，出個瓜啦，一插個波度咧就射得唔係咁正啊！咁啊，時間都差唔多啦，柏根尼咁下半場做隊長，上半場阿柏勤做隊長話：好咁啊，球證咧已經係吹雞啦！咁啊，全場嘅比賽咧就係結束咗，咁啊，結果咧就國際米蘭咧以8-0咧就正升到，有理冇理啦，攞咗216,000獎金先啦！阿查呢場波你講講。好啦，我哋首先咧睇啲全場統計先啦。射門嚟講，國際米蘭有20次，而升島亦都唔計，有成11次。角球國際米蘭6次，升島有3次。至於越位咧，國際米蘭同樣咧亦都係多啲喎。咁啊，今日波咧國際米蘭，我哋即係好高興咧，就話見到左卡夫啊、恩斯、雲達咧啲球星啊，冇欺場啊。咁啊，相反嚟講就係升島今日已經係可以盡曬力㗎啦。有幾球波你都真係佢哋嘅組織啊，各樣嘢咧，你想救都好難救啊！組織又好，速度又快，咁入射嚟講咧，有戰術膽，你邊係防不勝防啊？咁啊，德普都洛夫啦，都估唔到啊，自己會輸8球。咁啊，最初咧，星都話喂，預備揾阿胡禮啊，翻嚟又揾阿班尼斯嚟坐陣啦，希望唔係贏啊，輸少啲啦。好啦，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已經係到啦，多謝各位咧就收睇，希望下次時間咧就再見，拜拜。